咱们先把每日给处理处理啊。要不要玩窝汪的？真的要玩啊。那还要玩一款跟之前那个 BPN 很像的那一款呢。对，神之子马上就要开了，应该是下礼拜吧，下礼拜就可以开始练神之子了。回到最初的感动，风之谷吗？你可以单吃捡路了。哦，装备撑起来了。单吃捡路装备不差嘞。RAY9205。RO 这一次的 RO 好像画面还不错哎。啊，去年的那个 RO 怎么啦？去年我怎么记得有一个也是 3D 的 RO？ 大碗已经氪了80000了，大碗那是很会玩。这 Zebra 还有叫我呆呆兽。我刚刚是有看小健在玩啦，他好像每个 RO 都有玩吧。阿狗这么想玩 RO？ 我看小健跟阿土那一团好像每个 RO 都会玩吧，只要有出 RO 他们都会玩。哎，对，这样可以没中。几款还活着，好像大部分都还活着吧。守护永恒的爱好像也还在。今天要打九九吗？应该没有吧。真的要来玩点新的，先把我的每日过完。RO 真的是可以一直出一直出耶。再高一点点。这个 Marsh 9, 满级63个月。我记得前一阵子有出一款比较特别的 RO 吧，好像是组合什么组合卡片来打的。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玩法，但我不太确定它是有没有上的。该币35个月，杰宝宝确诊了还在搞，太扯了吧！
摩拉斯，确诊还多练几次传授，那好像不亏了。记忆的残骸，记忆的残骸是打什么都有吗？对，记忆的残骸该不会是打鱼才有吧？哦，疑似冰才有。可以清理一下病毒吗？没问题，那你再把它扫干净。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被打到燃烧只剩一阶啊？干干净净，不留下任何的痕迹。可以单吃魔法师了没？还没，最近没有很认真在搞装欸。而且点数又涨出来了，不知道拿来抽啥。这个月真的来抽那些蔬菜好了。那些蔬菜好像可以有好的吗？那个蔬菜里面有好东西吗？我看一下，黄金苹果里面有什么？幽暗戒指跟透明机器人，时尚随机箱，这几个背景造型是不是？宠物随机箱，菜头，要不然抽一包宠物看看，宠物要抽什么？这个会出菜头是不是？鞋子防滑卷轴，那东西有用啊？你怎么氪那么多？我完全无氪啊！哦，我这个它是时间到了就会自己长出来的、啊。宠物随机箱，恐龙，另外一种颜色，哈士奇，香菇，是抽这些东西吗？一条狗，熊猫，粉红雪吉拉。菜头呢？不是会抽到菜头吗？栗子头，迷你冰骑士 ，OK， 连菜头都没有看到。右键可以把它们变成硬币。右键交换可以把它变成硬币，变硬币可以变蓝卷，是不是？好，到时候练等可以用到。雪吉拉上广，真假？雪吉拉是好料的、啊。我感觉那个冰骑士看起来比较像好料的。然后不赶快花一花，点数又快要涨出来了。好像最近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用。让我跳的幅度不同，
防滑卷轴、啊、感觉夜石应该不需要吧，夜石自己有那个夜石自己的跳跃技能很多欸，哎、欸，教一下路西坦怎么打啊？路西坦哦，我们 YT 有教学影片啊。嗯，只要用力的 A 就可以 A 死了。重点是 ARC 啊，其实 ARC 你有撑到 1.5 的话，也不需要什么装备。一阶会比较麻烦啊，一阶有点看运气。钱哦，打那只也不用花多少钱吧？大概全身装备弄一弄，应该10亿以内就可以把它打死了吗？重点是要有跌影重重啊，我看看啊，现在还有什么要变的？阿尔卡纳，谢谢小泽载你去北投，感谢订阅。谢谢 K2003， 今天有要最初的感动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啊，老大好喝吗？普通通吧，我也没有在喝手摇饮料了。没感觉出来它有什么特别的。哎，对，啊，怎么谈到这个？拯救小精灵，这个、喔、这个不解不行哎、欸，每天还是解一下。虽然有时候要解蛮久的，看他怎么飞。谢逢魔之死，感谢57个月。那是啥呢？我这个月好像开的也偏多哎、欸，我只能说我每个月开的都偏多。每个月都大概是200小左右吧，应该浮动都不大。嗯，能开比我多的应该是不多。
200个水精灵，200个水精灵哦。橘子哦，橘子好像现在也没开很多了吧？橘子现在也都正常开，偶尔开睡觉才。看橘子现在时速也都差不多啊，扣掉睡觉跟放影片的话，应该是跟其他人差不多的。看你的戴米安翅膀哦，为什么你的戴米安翅膀那么小？我上次看到那个人戴米安翅膀可以直接把 NPC 挡住了。也剑雨平心33个月，轮圈太大跳完可以多领两场。哎，我刚没领吗？哎，都把它换一换了，最多可以换取140个。OK， 根本没有140个空位。换一换好了。好，剩下留着之后换吧。阿卡纳 ，OK， 还不会满。留着之后换。267了，小练啊，每天小练一下。咚咚咚咚，会玩 RO 吗 ？RO 哦，这次的应该是没有要玩吧。领路人称号期限到哪时？不知道哎，这个好像永久的。这次的 RO 好像不错，这次的 RO 是今天早上就出了，感觉要玩也已经跟不上别人了。下次啊，下次要玩感觉要早啊。我没跟毁梦旁边的人说话吗？那个很少哎，我现在都有点懒得领了。嘟嘟嘟嘟嘟嘟。看一下果实、爪子、贝壳。88贝壳5个。这是新游戏吗？没错，
今天刚出的新风之谷。我现在主属多少？哇，快三万吧，三万三。火辣蹄子加辛辣爪子，对，在另外一边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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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267了，不是你们那些没有在练等的，能够练得比我还慢是真的蛮扯的。我每天还要开台，就只刷那么一下下而已。那我看很多人一天大概只练，可能连每日都没解完。拉托伊特，拉托伊特，你直接每次跟怪公，怪公现在也没什么人拿了，怪公我现在也都不去了，等新的怪公吧，好像要有更高等的怪公了。啊，其实真的要练没有很难练啊，真的要练，我现在一个小时也是接近10%。不过你认真要练，一天就是两等了。这次活动有附加方块啊，这次一定要在它活动结束之前换了、啊。上次没有换到太亏了，上次我那个硬币89000个。有点小亏，虽然说也升不了一阶啊，也升不了一阶 UT 就是了。我都在哪张地图练哦？燃烧的 C2 吧。如果没有工会技能的话，我就会到普通的那个普通的图书馆那里打。没有工会技能的话，我秒不了最后面那里的怪。OK， 要来踢球了。还没打过顿凯尔、哦，有稍微摸一下，但还没把他打死。最近还没有要打我，等等就要来扁别的了，下礼拜开始来把王扁一扁好了。我都没跳棋，怎么可能？跳棋那是一定要跳的。任务给很少，这个推球不是有给16颗吗？我记得给的量是还行吧，就是要解蛮久了。对，推不到紫色那一颗。
后会买廖老大啊。我本来就不会特别去喝饮料。这个任务组队解应该是蛮快的吧？我看其实蛮多人在喊要组队解。这个一个人解确实还蛮久的。这一关直接十封点拿十六颗，哎，加减解一下啦。只要不遇到那个什么防守两分多钟还三分多钟的那个就还行。推这两个虫虫蛮快的。没料，应该是还好吧。是感觉不出来手摇饮料有什么差别，我看每一间喝起来我都一样。真的想喝好茶的，本来就不会喝手摇饮料吧？那本来就只可用的。好像没拿很多颗，是我错觉吗？我看一下，悲伤的艾尔达斯，弥克夏，弥克夏是有很多牛奶饮料的那一间，是不是？那个好像真的到处都有。好，十六个拿完了。果然蒂斯，我觉得燃烧的还没解嘛。好，直接暗杀者700只好了，应该比较快。这个到底哪一张图比较好？什么时候痛扁赛莲？我们275通通一起痛扁 ，OK 吧？打赛莲还有 AUT 哦，哦 AUT 真的是长很慢嘞，是现在才到40，很多怪都打不了。不过270有第二颗 AUT 之后，应该会顺很多吗？去别服农，你说去别的伺服器也可以农 AUT 哦，还有这种农法、啊。动不动动
你以前都跑去全服弄了，那么有时间哦？ 料老大就还好，我是不知啦，怎么有这么多人爱喝手摇椅？哦，登顶的感觉，所以再次登顶，最爱这个。 战狼不打啊，战狼哦，也是可以打一打。耶，本阳五六，45个月。 僵尸清已经好好的到达了终点了，那一款其实地图做的真的是蛮精致的，要被追到等级了，还在混啊，几等了，269。今天要练几趴？今天哦，不知道哎，我都有时候看看动画的时候就一边练嘛。 看个一集也是可以练个5趴。看那天有什么想看的吗？深渊这礼拜停播，有吗？第11集不是出了吗？ 把柯南看完就300等了，柯南早就看完喽。柯南现在中配才到多少？879集，卡很久了。耶，克里斯蒂，谢42个月，怎么可能？有空一定会玩。 好，终于都解完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OK， 可以来开扁了。先来扁个啥嘞？先来玩玩看这一款好了。地狱歌手，柯南害死1000人了，应该是没有吧？我记得才死几百个人而已啊。 很多都是上下级的、啊。